始运动嘛。我们有一年在葡萄牙拍 MV 嘛，然后那时候因为男主角是怀秋，然后怀秋很壮嘛，然后 MV 他就一直脱上衣，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就是露哪里都不好看的关系，就其实也想脱，就是你说叫我盖棉被，哦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只有怀秋在脱的时候，然后你把棉被开起来了，叫我盖棉被，我是不能看。你是偶像女歌手吗？然后拍完的时候，因为阿达那时候也有去嘛，然后伯恩就直接跟我说，喂。那个我真的觉得你要不要考虑练一下这样，你练一下。我有什么资格对你说这种话？真的，然后我就练了。哇！我觉得演唱会应该要有抽奖环节，就抽到上来可以摸一下。你是我这辈子看过最重视李伯恩讲话的人。没有了。就是用音乐来纪念这十五年，我真的不能讲太多，我会哭。总之，我今天看到满满的人，我真的卫生纸丢掉，我用不到。